气泡壶到喽。这地儿挺密啊、哦，这地儿挺密、啊。对，那边相当密。啊？走，下回吃饭再发财。我估计那李培可能害怕了，是吧？咱俩是老钓鱼没事了，他不知道，他害怕呀。车开上了。这车都开上了，没事了。对他看着可能看不清。我估计吃完饭他俩不能愿意来的。哎，这种形式成规模了哈。我也不知道路上没路上，看不着了。真看你像。在那，在那，在那，在前面。他是找着暗的地方来，跑了，在那还能看着，在这一带，还又看着了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他不干了，但是水清的时候他就不干了，看到没？这不像鲤鱼似的啊？这行，这不行，这看着，这看清楚了。我看这脑袋像沙盒那脑袋。这颜色不像。